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？这里啊，兄弟们看清楚啊，就是他那帮人在干，那么什么？사람은너무미안하는거아니야猜不出问题的你。在落机之前我已经中意咗你，唔系，应该系话你未落机嘅时候，我已经中意咗你。如果你留喺度嘅话，或者你可以改变嘛。谁给你做的嫁衣？你嘅回忆，就我嘅回忆。你从前总是很小心，问我借半块橡皮。你也曾无意中说，我不能跟你在一起。喜欢和我在一起。我每次跟你在一起，我就失去我自己。日子总过得太慢，你总说毕业遥遥期，转眼就各奔东西。什么都做不了。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？谁安慰爱哭的你？另外一个名字叫爱琪豪。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？那你求他，亏待我恩赐我之前，那就更好了。